三个，除了五队全部攻农，除了五队之外全部攻农，五队打墙角就好了，不要打到楼里面，五队打墙角不要打到楼里面，五队的兄弟打墙角不要打到楼里面，打墙打墙就好，楼外的人打墙就好，楼外的人打墙就好，把大友救起来，来楼外的人打墙就好，楼外的人打着墙就好，不要打往窗户里面打枪了，里面都是自己人，来换人冲。